他怎么样？我们已经尽力了。嗯。赶紧去看看吧。快去吧。 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？都是我不好。以你的才智和我的能力，我们火器公司一定可以在5年，不，3年，我们就要准备上市了。到时候我会助你成为业界最优秀的建筑设计师。当你站在舞台上那一刻的时候，你就要感谢那个你身后最伟大的女人。 刘虎，彤彤已经答应签字了，你千万不要把事情搞砸了，好吗？他答应签字，你就跟他上床啊！你是我女朋友啊，刘虎，你千万别冲动，算我求你了，好不好？你走开！你就能不能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呀？我真想不到，教我了7年的女朋友是你这种人。 到现在，我管我做过什么，我爱你的心从没变过。你要相信我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。好了。 我伤害了很多人，我自作孽不可活。就算老天爷放过我，法律也不会放过我的。很想对那些我曾经伤害过的人说声对不起。
离开这个世界，也许是我最好的归宿。刘火，你还好吗？我知道你一定很难过，我也很难过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为什么呢？薛姨，火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这么长时间，你就不担心呀？怎么会不担心呢？可担心又有什么用呢？儿子是我自己生的，可未来的路呢，也得他自己去走啊，是吗？我去看看汤热的怎么样了，我希望等他一出来，就能有一碗热腾腾的汤给他喝。雨琪姐，你知道吗？原来火哥这么在乎你，你真傻。以你的才智和我的能力，我们火器公司一定可以在3年，我们就要准备上市了。到时候我会助你成为业界最优秀的建筑设计师。当你站在舞台上那一刻的时候，你就要感谢那个你身后最伟大的女人。从今以后，这里就是我们的家，我们的战场，我们的一切。这你就满足了？我觉得以后我们的办公室一定更大更奢华，到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北京城。我们要站得更高，看得更远。嫁给我。悄悄样死去，你可知道你是我生命的所有，可知道只有雨琪。其实你是个可怜人，你不懂什么叫爱，你不爱别人，也不爱自己，你让自己在得不到世人尊敬的同时，也让自己陷入了犯罪的深渊。虽然你走了，可是你留下的伤痛是无法弥补。来的路上我想了很多话要对你说，但真的来了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自从跟你分开以后，我常常都想，希望能够跟你断得一干二净，从此不要再有瓜葛。可是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，却反而觉得那么的难过。雨琪，你知道我最难过的是什么？
最难过的是，你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，带着不幸福离开这个世界。你总是说你最爱我，如果你真的懂爱的话，为什么不多爱你自己一点？那么你就会学会放手，那么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真的，雨琦，这辈子我注定欠你的。如果真的有另外一个世界的话，我希望你在那里好好的生活，注意看看以前你忽视的风景。别忘了寻找属于你的幸福。如果你会想起我，想给你